先人，对不对？祖先嘛，你不让他好，你也交代不过去。但是你没有本事，你也没办法让他好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呢？筹码，好、哦，你手上啊多少可以运作的？那是什么东西呢？功德，就是功德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经常说，这个有德啊，走四方，对不对？没德啊，这万万不能。在人世间呢、啊，短暂时间内，缺德鬼你看他嚣张，但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，这是千古不变的定律。所以你是要在那刹那间的缺德而昌盛，还是跟天地的共振，好、哦，在德智量库的累进上用心的经营，得到真正的一条光明的大道，这就是智慧的选择。但我相信呢，我们超马的学员每个人都是选择这一劳永逸的方法。